再来捏造。普雅银社，然后嘉义县书法协会，然后当然还有我们的刺绣协会。那主要就是把这三个不一样的，比如说，普雅银社他们就是创作这些诗嘛，就是在地的景点或者是道路或者是故事性的一些建筑物，他们就把这些创作成诗。那当然就是由嘉义县书法协会把这些诗然后写成书法的样子，写成一个作品，然后再经由我们的刺绣协会这边的老师把它真的临摹的非常的像，而且它是用刺绣的一针一针这样子把它绣出来。像我们刺绣的话，我们毛笔字把它写下来之后，最难的就是这种，这种它有虚线，有一只有一点点而已。你看，我们就要把它绣成这样出来。哦，就是用刺绣表现出这个。对，就很难去表现。你看现在镂空的地方，那时候就是希望说老师他都把他们的作品，就是书法老师和绣的老师要很搭配，不能说啊，今天这个绣的人他写的人他随便写，还是说他写得很深奥，他绣的就会比较绣不出来。